UCINet for Windows 是一个用于分析社交网络资料的科学应用软体，由 Lynn Freeman、Martin Everett 和 Steve Borgatti 开发。UCINet 能分析单一模组与双元模组的数据，并能读写众多不同格式的档案，能处理最多32767个节点。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包括中心性测量、小组鉴定、角色分析、初步图论和基于幻变的统计分析。相较于直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在资料性质与处理步骤均有不同要求，但在经验研究中能够与其他研究方法进行整合，使其能够进行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究竟可以分析什么？人际关系是社会网络分析最关心的主题。从最基本的亲友、同侪关系，到政治的政策联盟、地方派系、商场的客群人脉、合作竞争、国际间的结盟与冲突、依赖与抗衡等，都是社会网络分析可研究的主题。而以网际网络为基础所产生的新形态人群互动，亦为社会网络分析的对象。UCINet 是您分析资料的好帮手，可助您分析个体网、子群、群体资料，并协助您获得结论。此外，物理对象也可以是网络分析的应用范围，诸如电网布置、油管输送、交通运输、网页连结、食物链、疾病感染、污染传播、水源灌溉、人类自然语言等等。因此，网络分析也成为文本探勘的重要方法，不仅能够执行内容分析，更能截取资料库或网络中的庞大资料，从而取得如产品满意度、民意走向、社群偏好、产业趋势等资讯。这些资料可能涉及许多参与者、关系与类型。透过隐藏、强调和定位部分数据，对于理解数据有很大帮助，其开发价值大。UCINet 社会网络分析应用软体能提供您一种具有独特分析视野的研究途径与方法。您的直觉，我们的软体。买正版软体找齐全企业有限公司，统一编号 28793967， 所有产品皆享咨询、支援及保固，并可开立二联式或三联式发票。Cheer Chain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 distributes and sells software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clients guidance when choosing software, as well as technical support.